淡南县政府所办理的县长特等地比赛，基于严格药啊检验甲统一的品牌，以及种种的审查证书来确保着地米的品质。这开办三年的时间，淡南县长特等地唔那正受到国内外爱地人士的喜爱，嘛成功来拍响着种农民做地名声。好，我们非常恭喜这位朋友，这个是我们特等奖的。南投县长特等地特等奖的现场拍卖活动，由画面当中的林先生以80,000元的价钱买上去。由此可见，县长特等地是深受爱地人士的喜爱和肯定。县长特等奖在大陆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哈。大家这些大陆这些一些高级干部到台湾来，到南投县来。他有的会指定要买县长特等茶啊，所以行销慢慢一步的话已经能够让所有的平常的消费者来接受了。那么县长特等奖比赛今年是已经进入第三年头，经过县政府努力，买屋一开始无受到国家认同，到达是渐渐拍出好名声。我会参加县长特等茶比赛茶哈，最主要就是它有公信力，而且是南投县政府它评比又很严格，不是随便的茶都能够得奖的。而且它有双认证，我像我家的茶，我都会想来参加这个比赛。因为增设了这次的比赛哈，那相信对于所有的选手来讲哦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赛。那借由这个比赛哦，让他们多一个平台，然后来能够得到一个争取一个最好的荣誉。今年度的县长特等奖比赛，会当讲是相当严格，无论是实棒组还是轻棒组，淘汰比例拢将近50%，是展现县政府确保县长特等奖这个品牌甲品质的决心。仙潭茶这个品牌啊，品牌很好，因为询问度很高，可是量少，淘汰率很高，它的淘汰率48%左右，所以要得这个奖，真的茶第一，茶的品质要好；第二，也要让评审喜欢上我这个茶。观众人民真嘛强调，对着地农朋友有帮助的比赛，一定会继续办理落去。未来除了扩大办理营销推广活动，也协助地农营销国外市场。让大家不用再烦恼比赛地卖不出去的问题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